常爱搞笑的 Ella 最近为了拍摄偶像剧，就想赖着你可是吃尽苦头。在剧中，她竟然要背着冰箱走过大街小巷，来赚取微薄的修理费。这对 Ella 来说可是不小的挑战。它其实还蛮重的，如果你一个不小心，你会整个人往后躺，就会发生意外。但是就是要靠意志力，而且我真的刚刚那个状况几乎像九十岁老太婆一样，就是一直要弯腰驼背把它顶住的，要不然就是会往后倒。重量超过10公斤的冰箱，对于曾经受过严重腰伤的 Ella 来说是很大的负担。一直靠着意志力硬撑来完成拍摄的她，让剧组的工作人员都为她捏了一把汗。其实这个冰箱做第二次了，因为第一次的很重，然后他们怕我受不了，所以就再弄了一个小一点的，然后还找了替身来，就是只要浪紧了看不太清楚，会找替身帮我背，因为他们就体谅我腰受多伤这样，然后他们也说只要我不行了就要开口说这样。而巧合的是 ，Ella 演过的角色几乎都带有男人婆的味道。对于这点 ，Ella 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呢？其实还好了，不会担心，因为我已经被定型了。华语卫视台北采访报道。